我动作都能记熟，然后动作也能，我明白我自己的腿部力量不是很。在少年们紧张的训练之余，每日必不可少的热身训练，为少年们开启一整天的能量。张和丁是对称的。嗯，알겠지너가더나가줘야돼你要再出来一点。나는괜찮은것같아老师觉得还不错。깔끔해질것같은데觉得再练一练就会更干净。对。好的，我们现在要去。乘风风暴中雷电，yes， 再来一二三。乘风风暴中雷电，很好，现在基本听不到胸腔的声音了，我们再多发声。一、二、三，走。今天看看我是谁就 action， 黄昏中眼看最后一道灰就掉在高铁瓦解，又能变成谁的旗帜？翻动着。没尽头的黑洞，我要现在就觉醒。走吧，一百个哈，还是得有铺垫，还是得铺垫一点，什么都要说。这哇，好紧张。其实我觉得越听我越喜欢第一，就是现在这边，我越听越喜欢。其实你看，他现在前面是会比较，对，节奏比较快。你就想前面层次肯定会。就是动作会很多，对，他后面开始走那个比较平和一点的东西，就是是想要把这个平和的东西跟前面那个快融合一下，是，嗯，还是前面那个炸炸炸炸有点不好听 ，OK， 怎么说呢？前面更柔一点。第一次参与舞台设计，第一次讨论服装化妆的各类细节，第一次讨论编曲修改，少年们在第一次接触中逐渐迈开脚步。反正就一两个星期这种。아지금이상태에보고있겠지뚝쑥왔잖아여기서둥둥둥둥왔으면은띵부터세븐에잇원투둥둥어그대로바꿔주면돼따다다단바로바꿔주면돼也满了疲惫，在仅剩不多的风格，不安感也随之袭来。今天是第五天，然后学习了 dance break。今天是第一天学 dance break， 虽然说有一点点的累，但是练习完之后还是看到了效果，对这次舞台还是比较有信心的。我觉得，
加了 dance break 之后，获胜的把握更大，但是两个舞台都应该照顾到，对，毕竟都是自己的舞台。郑源你在干嘛？这是谱吗？期待练完后的小张张，拜拜。大学你在干嘛呀？你在做作业锻炼，那你的锻炼计划是什么呢？我记得好像破风有就是撩衣服的动作，你有没有针对于腹部有的锻炼呢？耀文在干嘛呀？你们体能的计划是什么？你们两个为什么半夜练体能啊？半夜？对呀、啊，快11点了，还早呢。晚一起，明天要早起。一起啊！哇，一起啊，强哥，不累吗？好的，你拥有很好的体力。你觉得今天学的 dance break 怎么样？喜欢这个 dance break？ 你喜欢？说好了，说好了。撩了怎么办？那有什么好的？你要立刻撩了。你撩了的话，你要说个实际点的东西出来，比如说你就请全团喝水啊什么的。OK， 摄像机记录下来了。然后到时候如果撩出来撩了的话，就是粉丝做见证，一定要发微博。好 ，OK， 不聊不聊。你在干嘛呀，赫儿？所以说你是个精致的男孩。今天学了破风的 dance break， 你觉得怎么样？那你最喜欢里面的哪个动作？我觉得我猜不到，你说一下呗。我不想猜。那你喜欢哪个动作呢？啊，那你对破风有没有信心呢？破风和英雄。我觉得还行吧。那就这样吧。拜拜。第二你在干嘛呀？做饭，夜宵。今天训练了一天，感觉怎么样？对于破风的 dance break， 你有什么看法或者感受呢？你最喜欢 dance break 里的哪个动作呢？哦，那个动作，我也很喜欢。你对破风这个舞台有信心吗？还有两天就要上台。今天是挺晚的了，11点了。对。今天学了那个破风的 dance break， 你觉得怎么样？那你对你在中间就是独领风骚的那一段开心吗？满意那一段吗 ？OK， 那你睡觉吧。拜拜。Hello， 今天不是学了 dance break 吗？那你对这个有什么的感受呢？或者学了之后，那你现在也是在为过两天的拍摄做准备，对吧？好的，你就加油吧。我来总结一下吧。从一开始听到就是用7天去排一个舞台，自己去规定舞台的风格，然后定服化，感觉刚开始听到这任务的时候还是有点不可思议，觉得7天怎么可能完成这样的事情嘛。但其实到现在还蛮有信心的，我也给自己设计了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一个造型，觉得目前破风和英雄我觉得都练得差不多了，而且完成度都蛮高的，希望自己到时候能在舞台上发挥出自己想要达到的那个水平吧。然后也希望破风能够获胜，因为确实太想休息3天了。加油吧！我叫英雄，就用这一套，我觉得很 OK。好，我去舞台破风吧。我觉得挺好看。OK。哦，这破风。这是创造人。我也想把它反过来，因为如果在这边的话，它这个设计其实是没有什么用的，在舞蹈上，用的是这样的。打，从这边起，而且但是它是抬这边的时候它才会漏。那你不是这儿不是会漏吗？这儿会漏一点点，但是如果到时候如果是这样被它挡住的话，就漏不出来了。真是个平板无奇的小天才。姐，你的那个是？这种东西就最简单。好。哎，这个这么简单吗？练过来。练了。练过来。好的。舞美的那个，啊，在群里，舞台的话，就是会是像现在这样，
它是平是这样子斜着对。对，它这个就是五边形。有点像森林的感觉，感觉这个舞团黑暗了许多。这个什么？是不是？还要什么各位？没了。嗯，我觉得差不多。我也觉得差不多。舞台，舞台就综合呗。OK， 好，就这样吧。好，好，辛苦了，辛苦了。来，先来，哎，重重重重，一个门，好，它上面。光暗中，眼看最后一道微尘就在破灭瓦解，反复着被浸透的黑洞，全部都化成我坐在附近。破风的进度呢，其实挺快的了。今天一直在练，一直在练。快快快快快！三二一，天气加油！确实挺累的。觉得时间过好快，对啊，估计七天就过去了。嗯，没有一分半，快。明天好像要拍了，明天要拍了，不知道要拍几个小时。我很期待英雄公司安排的那个服化的。你说一会儿英雄的舞美是什么样子？红色的。我还挺想不出来。哦，哇，壮观到了耶。对呀、啊，我喜欢他后面的那个舞。前面好儿子，感觉前面这个好像小朋友。
辛苦啦，辛苦啦，我下次我不去了，辛苦啦，辛苦啦，拜拜。今天呢，去看了一下舞台，也试了一下舞台，觉得蛮不错的。哇，完全变了，哇，变了！我好有压力，我们破风会不会演这么好？昨天跟儿童汇演一样。我今天变大了，今天变大了，好大，更有感觉了。它松开了，很有 sense。那是木地板吗？哇，好帅！昨天吐槽了惨了，可以，触感太棒了，太棒了，这么高，应该是摇臂，是的。老师，二一，开始。由于疫情期间严控参与录制的人员数量，四个。七位少年分成两组进行直拍，一组在拍摄时，另一组可只做框架动作保存体力。来，我们还是第一遍的四个老师，来，有纸吗？我现在全是汗。丑啊！对，还有五遍音丑，两遍音声。姜老师，我跟你说，来，准备，三、二。我哪儿错了？对不起，各位，还是怀疑自己是站错了，你知道吗？我们是怎么回事？快！来吧，对不起，大家再来一遍。对不起，各位，不好意思。10遍，他能一个，最多三遍了。12点，5点50，直接来，来，3、2、1，开始。这就肿了，海哥。好点。那刚刚在那个老师拍了视频，哇，每个都好帅。明天破风一定会比英雄更。很棒，努力吧。好，冲啊！加油！加油！
其实今天反正那种表情管理吧，就很多不自然的地方还是需要改进。今天是在拍破风，然后这个头发是我自己跟造型师然后商量之后做出来的。我觉得这个头发很好看，很喜欢这一次的发型。有了一个好的头发之后，然后心情就感觉可以变好了。其实没问题，没问题，就感觉不是很到位。其实还可以更好。对。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各位，辛苦了。嘿，小张张，你在干什么？真巧。没，我要来来带。来过来，我刚在生练，我刚在练声乐，来拍一下他们。今天是日常。哦，你看他们在干嘛？他们还在上课吗？너여기서내가항상많이미안하다내가너한테한거말이야老师说实在很抱歉，平时对你那么不好，对一个艰辛生日。우리장생일인데선생님이챙겨주지도못하고너무미안해过生日，然后他都没有办法给你准备东西，就是很抱歉。No problem。嗯，요즘에막보컬하고춤하고많이힘들지？之前又要练歌又要跳舞，是不是很辛苦？자一点点。그렇지자자앉아봐자너위해서준비한게있으니까잘봐도알겠지所以为了你特意准备。오真是哦！你都打不开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想尝尝我的子弹吗？哥哥。宝妈帮我拍，行吗？看看怎么样吗？可以吗？可以吗？要我这个上乖。哦，欧马哥，这个好高级哦，这个完了是光还挺好看。OK， 太大了，特效，还做了一点效，震动的。首先这个风格是之前都没尝试过的，还是挺帅的。对，第一次尝试。大家头发都很长，大家头发都变得很长，大家的头发都很长。对，来了来了，别脸拍。哦，还有打雷，破雷。没录哎，我也没录。哇哦，呜！我喜欢这个，我也喜欢这个，我喜欢这个，我喜欢这个和那个的差距。我喜欢这个，我超级喜欢。我投这个了，我投这他，我想投他，我选他，你选他，我必须我选他。我在想，在纪录片播出去，是不是已经？Yea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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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我两个都选，我只是我更偏爱于他。
对，我也是，我觉得就 我可能给他的爱是55%，对，对，另外是45%。破风是108万，英雄96.4万，哇，舒服。我希望这两个舞台都到千万级，然后相差百万级差就可以。对对，差个这是最好的，差个200多万，100多万。不过就是想让他们看一看，109万了，毕竟都是自己的舞台，都想让他们，就是想让他们看一看，女仆装是永远赢不了三天假的，好吗？只是你们这三天假可以立马实施。对，我们想立马实施。我们不想要年。对，对啊，一年之内，所以我就想在家待着三天就行。或者你给我们租一个，对啊，反正每次哎每个月都搞一点这种活动。哦，预算给7万吧，一人10000，好不好？不，每个月都搞一点这种活动，然后让丁哥先去考个驾照，然后我们存几个月的钱，之后就买辆车。然后租辆，不用我们存，租辆存几个月的钱，那是不是得开那种敞篷？租辆房车呀，敞篷这敞篷车不用，你下雨就是去开货车吧。就哎，带大货车。我都已经看到他们上面9台电脑在那放。真的？我只说说而已，没想到你们这么激烈反应。他两个电脑啊，我边去我两个电脑啊，我边我一个，我两个手机，我一个手机一个电脑。不要，我现在等于只有一个电脑，我另外一个电脑在安那个编程软件。快加上自己的亲朋好友。哇，不尴尬吗？不尴尬吗？哦，看看 B 站播放啊，快 B 站播放量对比一下，好吧，大家。看看我要发出我5年的第一个朋友圈吗？我也要发第一个。我要发出我从来没发过的朋友圈吗？我也是，我说什么？请大家多看一看破风。嗯。哟，还上热搜了呀？没啊？真的吗？对，上热搜了。买了吗？不要那么直接。不要那么吓人，好吧，买的吧。第几？42。啊，你看到了？那应该是刷上去的吧？应该是粉丝就是点上去的。那应该是点上去的。嗯。哎呀，都6:50了，怎么还没发呀？就是，都6:50。迟到。6:50了，刷都刷不出来。坐这儿等了20分钟。我的天呀！万万没想到。为什么还没有出？肯定反正590对于600。怎么这么慢呀？我受不了了。选 B 的都是我们的兄弟。对，兄弟姐妹。选 B 的如果是女生的话，就是我们的姐弟，就是我们的姐姐，都是我们的妹。嗯？无所谓了，就是姐妹。还没有发吗？怎么还没有？哎呀，我的妈呀！我的手都要等，就几个等待。我觉得结果应该是稳的啊。哎，发了！哎呦，厉害呀！我们两个都超他们呀。希望这个三天假期早一点。24，可以。是吧？不好意思，有点激动。Nice。吃东西。你还。走吧。怎么了？不知道这三天假。不知道。我先来开心了。少年们便马不停蹄地开始进入新的日程中，除了暂时还不能公布的属于少年。这个词其实是讲，就是你的粉丝们，如果他们听到你唱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哇，对，就是一个 talking， 对，就是一个对话。OK， 这首歌我们7人要唱这首歌的话。就每个人都要找个表情，不然的话你听起来就觉得大家都好像在唱军歌，大家都一样，对吧？对，所以。